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法师、讲师及十方善知识，今日今时，庚子年，护国惜灾，天恩永吉，消灾化解法会已经进入很长的一段时间，护国惜灾，天恩永吉，天恩天灾永吉，是大家来世上集合本愿，以修行的法仪、宗教法仪来解冤释结、消灾化解。那么庚子年，中国大陆武汉的肺炎，这个天温灾情，在风声鹤唳，大家束手无策的情况之下，王禅老祖慈悲，展露天威。只是维新圣教所有的维新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有缘的大家勤诵天德经，以天德经的功德来化解，赐给众生智慧，自我保护，配合政府官员的智慧来做消灾化解。那么到今天来，已经大有进展。虽然台湾、日本、韩国、越南有少数的病例发生了，但是天医贵人配合国家的政策医务、医事这个药在很快就会产生，然后来消灾解厄。那么现在的进度
我们已经进入到易卦的烈火风，古镜重明啊，昨天跟各位开示了大地春雷起来的时候，全部都销声匿迹。今天进度到烈火风，也是大地煞神瘟神啊，化为进到天一福星福神啊，我们感恩王禅老祖及南天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帝、诸佛菩萨啊的束缚啊，这个即是古镜重明，这个镜子已经黑暗了五千年啊，这一次。这个瘟神，据我静观，是由五千年的岁月积压啊，所以到这个时间来，来势汹汹。所幸我们啊，台湾。万教齐发，大家都是从善良心出发，所以这个也是业报，善报就是我们在台湾啊万教齐发的修行，为大众祈福。恶报就是不相信因果，当然就有一些恶报，所以我们希望唯心贤士积极的诵经务必要达到480万部，在2月19日观世菩萨圣诞啊，就能趋于平安了啦，祝福各位。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法师、讲师及十方善知识，啊，今日是庚子年正月29日，咱尊天法子为国修道，为人类积福啊，消灾化劫，大发慧。已经进入到正月19日，这中间来啊，咱所谓为心贤士，拢真用心，得积安积福，改弯折角，消灾化劫。啊，这就是嘛，是咱修行的一个课题。啊，云梦山，大陆地区云梦山的地主，啊，嘛是体会着、意识着天灾天瘟的这个危机。所以到今仔日，努力在上《贵国先师天德经》，已经有
49,800多啊，那么在台湾地区的咱的所有现实装修，啊嘛是大家真认真在修行，啊，这个风气，那是大地上的风啊。一个真好的风气。那么，这个温馨到现在来，相对东南风、东南南，啊，已经有领受到天威，王禅老祖。一天威，啊呀，已经一直的减少去啊。老祖师尊啊，开始咱所有微信现世弟子，大家一定爱较用心嘞。啊，这是一个修行，也是保护自己，啊，保护大众，保护众生，这嘛是咱为心信教所领天命，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啊，这回这天温。这件真重要，台湾，啊，伊大陆隔一点海，啊，台湾是平安，啊，对岸大陆要是充满着真济危机。但是咱为什么现世？咱的修行，咱的上经，啊，咱仰仗老祖师尊的天威，两岸啊，这心连心，手牵手。卖迈向就和平，所以咱这中间大家努力，哈，大家拍拼，日月日夜，拢是啊，天坛家的护大。啊，咱的上经法师在元祥院长的领导下，啊，所有的上经法师，啊，也是真正用心。咱义工嘛是用心，咱所有的微信现世弟子。在台湾国内外，那知影，啊，都爱上京来改弯折角。这个弯名扬两界，咱看袂到，只有看会到的呢。用心就看到啊，用心眼啊。心眼，啊，都看得到，
所以到目前已经的进步到大地火焰烈火渐渐地化为尘，化为尘，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啊，为愿咱大家继续个保持原来的初发心，到农历二月十九，观世音菩萨的圣诞，这个灾厄都会平复了呀！啊，也祝福到咱各界，你发心回来点这个光明灯。啊，那这个祈福的文书、祈福文、祈祷啊，啊，也未呢。或者是在座的，随时拢会使哩。啊，这咱大家啊，尤其工作人员啊，爱好所有的现实中现实中修，甲所有十方神仙大德，很方便。一个人平安，就大家也平安。所以这点呢，勉励啊，咱化工啊，咱事务的工作同修啊，让大家一起来鼓励啊，也是讲咱有同修。啊，这最近来真艰苦，会打电话来，问讲那最近那莫名其妙真艰苦是安怎？就请伊紧嘞，加天坛，啊来上香，来祈祷，安尼，啊就会当。化解这个灾厄，就是让台湾世界。所以现在已经到二九来啊，啊，刷落来咧，咱为什么现住？把咱动手，请各位法师啊，咱的班务啊，同修咧。啊，尤其教务处处长啊，爱甲法师通知。啊，今日下午咱有事务，这个法师讲师的会议，哈、啊，咱嘛爱甲这个法师提醒。交代学生、学员，闹时间就倒来上香，啊，为自己的祖先，啊，互因入来则听经闻法，仰仗着罗刹师尊、甲天公的赐福，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大家过下平安啦、啊。祝福各位。